哎，有了，等一下。哎，这里固定，哎，这是顺时针。给它动了。扭过去，扭到了，拿着皮带。哦，拿着皮带是吧？这里有个皮带。你首先检查一下这个固定底的。来，给它出来。这个这么装。这有个草，这边有个草，垂直。看一下，这里有个槽，然后这里有个槽，这里，再来高井，再看一下，再来高井，再上高。你说搞花了怎么样？这里有没有点到底哦？这里主要是靠这个皮带啊，会转动它这个，所以固定这里或者固定皮带。这么，这只手那么卷进去。这是刀。好。地面不平，两个桌子搭起来的，你放在平面上啊，好移动一下。移到你所要的位置。这个很好搞，这个嘛起定位作用的。哪个？这个起定位作用的。怎样子定位啊？你看切得很好吗？这个地面都很好。那果断切了，让你切了去。这个固定了，它切只能切到这个位置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哎，定位准，定准。切一条啊，要不要再切一条哦？嗯，屁股啊，好了是吧？调好了是吧？嗯，看着。好了，很好吗？一个一个不是很好吗？